一听，你说你的弱点在哪里来着？全军出击，进化加治疗，慢慢来吧。下路这个对线三级之后可以打一打。我从不失手，但我会公放几枪以示警告。有三的技能级数在多面手一下，三的技能级数下路没上线吗？不会说我们家也去开的？不是，那没了长手组合不来抢线。打不了吧？这怎么抓？这位置？是锤子，先出锤子。谁要地图啊？还行吧，女权打点，女权打小怪。
他好像也没特别难受。还大招的。有大招就很稳，大招是等大家交完技能再打。还是被打，有点恶心啊。我会在游戏里把这一点小小的不幸删掉的。当世界处于毁灭的边缘，就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。感谢吹不带风吹吹的超粉，谢谢。非常感谢吹不带风续费的超粉，感谢吹不带风。秒的话就秒那个啊，就秒打野啊。差点三下，去吧，再动一波，我自己在下路玩一波。哟，这也没死啊，很极限，再多一下就死。讨厌"偷"这个字，我会说"解救"或者"获取"。
这也有眼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这一换一，哎，没事，七级打九级，一换一还可以吧？我是觉得七级打九级能接受。哎 ，Q 空 ，Q 空了呀，空了两个 Q， 不然的话应该就很简单。那空技能也很正常嘛，那人家走位，人家也不是憨憨呀。绝地翻盘，这是特长。那个草丛有眼，这个草丛是有眼的，不然他前面 A 不了我的。杀了就能接受。真希望没人看到。靴子并不防水，太棒了。
刚好就碰。哎呦他妈，以为去找他了，没想到晃了一圈又晃回来了，感觉好像不该看了，不然波比哥自己想想就好了，这个盾给的。带这个塔吗？好像不行，人有点多。安全的路就是无聊的路。
当世界处于毁灭的边缘，就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。我觉得可以强势留一下呀。这两个人要打多久呢？两个人一比一。爆我这样的话，哎呦，吓死了！赢了。